電影只有兩種，一個人你退入，第二個就是幫你作夢。其實鯨魚這件事是有導演的心願，有好幾部戲都想放一條鯨魚下去。那件事是做了差不多成半年，我小時候看那些怪獸電影，我經常都很想進去那些戲裡面打爛那些屋。冥想的空間啊，它是藝術成就來的，每一樣細節都不能夠被人差，有些東西你 miss 了就回不回頭。我相信是他的 dream 來的，尤其是自己最想做的事，他就用自己最好的資源去做到最好，絕對不容錯過的電影。我希望不仅是一个新的彭浩翔，而且都是一个话题作。